干嘛 OB 耶？觉得需要一个 OB 的耶。我觉得波罗莎还是这个皮肤好看，原本是绿色那一个，前面出的，可是后来过年的时候出这个皮肤，我觉得这皮肤真好。我先接他机子好了。啊！你还不救啊？糟了，这个。看，这机子够啊！这囚徒没有六不够啊！你为什么我借你机子就好了呀？啊，一行啊！我会真的打你，你不要这么怕刺刀，好不好啊？糟糕了，这边被卡住了。OK。拉你？没差，我棍子又不是拿来真的要打你用的，要断你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干了嘞，断到了哈、喔，再给我憋死啊！开开开，看那位置就先开了，还在那边等吃乌了，你这个笨球徒，亏你前面溜那么好，没躲躲躲，老子跟你拖时间就好，不是拿来真的要打你用的。加速一 ，Go Go！ 好了，完美结束。这就是一把有个 OB 位很重要的原因，你知道吗？